终于到了，我现在要去吃一家海产。现在时间11:46。What am I doing？ 我现在在写表单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对，我现在连第一件事情都还没有做好，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忧郁。12:28。啊，这个灯！我现在睡在地上，因为没有我的床，我的床不是我的床，床让给我爸妈睡了。So， 这就是我今天第一天。把这个放下。我在拍 vlog， 然后呢？8:20，8:30，我要睡觉了，睡觉了，明天见，各位。The next day。我的枕头一直跑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会滑，枕头会滑，就地板，然后一个软软东西，软地板。你睡床，你跟我说这些 ？OK，Never mind。今天有很多事情 ，to do list。好，然后呢？我发现我这样的话，我就瞬间把这个跑出来。哈，耶 ，Go Go！ 我才不要这样改天，这改天太 low 了。我们就是直接跑到位置。好，你觉得好吃吗？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还是
比较喜欢吃台北的，比较有 Q 度，这里的皮很像过的，就是软软的过的，但是这里的肉它是肉块，一整块一整块，所以很有嚼劲。但是 totally 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吃台北油炸。哇，你敢吃两块？很明显的，我们现在回到了我爸的朋友家，因为太热了，真的很热，所以呢，我决定睡觉。晚安。OK 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充满粉红色，太美了。